好，大家，我是美食阿姨。今天做的是佛卡恰，但是我感觉出炉之后的这个气孔我不是很满意。你们看一下，我不应该按，我应该把它慢慢的撑，然后不要破坏它那个气泡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影响它的味道，非常非常的软和。非常好吃，这里面我加的是那个芒果干，这个芒果干你可以不加，上面是咸的，我不是放了那个奶酪吗？吃到那个芒果干的时候是甜的，我喜欢这样的甜甜咸咸的这样的一个口感。外面是焦焦的，然后里面特别的软和。还有一个败笔就是我的那个模具它粘，是让用28×28的一个烤盘，我是想让它长得高一点，所以用了一个小一点的模具。我不知道它变凉会不会变硬，现在真的是超级软。今天还做了南瓜虾仁浓汤，好好喝。再来一块，皮子已经烤脆了。真的很好吃，橄榄油的味道就是有一股独特的香味儿。好啦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呀，拜拜。